我们目前在那个新高口哈，就是在这边哈。那这里就是石山的登山口哈。那这边是它的停车场。哦，今天来登山的人还蛮多的哈。那这个方向是那个阿里山的方向哈。那这个方向是要往塔塔吉亚的方向。好，我们目前在新高山的登山口这边哈。那我们左边看到这里就是，左边这边就是石山的登山口哈，就往这边上去哈。那你要去石山引水道的话，就是往这个方向过去哈。我们要往那个鹅玉山哈，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哦。那这个方向也是要往那个白雪村的方向哈，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过去哈。好，我们稍微过来哈，这边就有岔路哈。那往右上就是要往那个鹅玉山的方向哈。那我们如果你要往那个白雪村的话，就是直走哈，往这个方向过去哈。哦，那这边它这里有上海圳的指标哈。好，我们往那个鹅玉山这边上去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往右上哈，我们先去那个鹅玉山。哦，往这边哈，一路开始爬升哈。哦，路径有路基啦哈，那也有一些旧的路条哈。好，那路基要稍微要看一下哈。好，我们就跟着路条走哈，还是有，还是有路条了哈。那它这边的植物哈，也是都是那个松树哈，还有那个杜鹃哈。哦，所以它整个步道都是松针哈。哦，这边的建筑比较密一点哈，稍微要拨一下哈。我目前路线走起来坡度没有很大哈，就是刚开始哈进来那一段上坡稍微陡一点哈，那再来大概就是这种林线路径哈，有点上上下下了哈，可是坡度都没有很陡。那鹅玉山我以前有来过哈，是从那个特富野古道那个方向上去的哈。那因为特富野古道今年已经开始在整修哈，要整修到明年才会再开放哈，所以今天就是从新高口这边起登哈。那我们今天预计是走鹅玉山、东水山跟北峡山哈。那回程如果时间可以，或者是没有下雨的话，我们再去那个白雪村那边看一下哈。那如果天气不好的话，我们就会直接折回来哈。我右边也有一个很大的树头哈。好，那路线是往这边哈，沿途都有路条哈，我们就顺着路条往上走哈。沿途也是有一些指标哈。
哦，其实中间的路条还蛮多的哈，就一开始要上来那边比较少一点哈，那中间的路条其实都还蛮多的。哦，我们目前又开始在爬山哈，然后先上到一个小的山头哈。哦，它有些地方建筑蛮密的哈，那应该可能昨天有下雨哈，所以那建筑都是湿的哈，我现在裤子都湿掉了。我们走了一下哈，这边又有大的树头哈。哇，这个也蛮大的哦。嗯，树上有的地方也有一些指标哈。我们继续往那个山头爬升哈，那还没到哈，那这一段都是上坡路段哈。好，那这里的树林还蛮漂亮的哈，树干上面都是松萝哈，哦，这一片都是哦哈，还蛮漂亮的。我们爬升了一段哈，上到一个小山头哈。那我们过了山头哈，我们可能又稍微要往下走哈。沿途都有路条哈，那你要跟着路条走哈，因为它有些就是人线比较宽的地方哈，有时候旁边看起来都会有一些很像有岔路哈，那你尽量就是走在有路条的路径上面哈。哦，这一段的树木也很漂亮哈，都上面都是松萝哈。它这段林线路径蛮漂亮的哈。好，但路径上哈有很多巨木哈，沿途这边哈，好像这棵也很漂亮哈。好，沿途过来有好几棵哈，都在这种连线的山坡上面哈。哦，这段连线蛮漂亮的哈，那里也有，哦，那里也有巨木哈，也是蛮大棵的哈。哦，这边的山坡上面都有哈，还蛮漂亮的。哦，这感觉很像那个麦麦山要去鸡子山中间的那些林相哈，大概也是这样子哈，因为可能是海拔高度差不多了哈。好，我们这边又开始要爬升了哈。哦，这里有一处有展望的地方哈。好，这边，好这里，好要小心哦哈，旁边就是山坡哈。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东埔哈，那这一棵不晓得是不是那个西峦大山哈，这边应该是那个峻大山了哈。那我们右边可以看到这一棵就是玉山主峰哈，那北峰跟北北峰刚好被树挡住了。哦，这里有个展望哈，那我们要继续再往前走了哈。好，我们顺着路径过来哈，那左边这里有一个高山水池哈，不过这个水蛮黑的哈，这个应该都是动物在喝的了哈，这个水应该是没办法取了哈。那路线在这里哈，从这里再往上走哈。好，路线在这边哈，我们顺着路条走啊。
我们经过最后一段爬升哈，我们应该已经快到那个鹅玉山了哈。我这边应该就是那个高点了哈。好，我们到了鹅玉山了哈。好，这里就是鹅玉山的最高点哈。好，鹅玉山哈，也是那个智中山哈。好，鹅玉山哈，智中山森林三角点哈，在这边。往这边看哈，我们要看到这里就是玉山主峰哈，那这边就是北峰跟北北峰哈，那这边是玉山圆峰哈，还有玉山南峰这边都看得到哈。那我们往那个风水山这个方向下去哈，那它这边前面也是有些展望哈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方向哦，就是那个奋起湖大洞山的方向哈，就是在这个方向。我们现在看到可以看到那个兔龟山呐哈，芙蓉山还有大洞山哈，就是在这里哈。好，那智中山我们就要拍完了哈。那我们刚是从这个方向上来的哈，那我们现在从这个方向下去哈。那我们从那个登山口那边到鹅玉山哈，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小时十分钟哈。那要到鹅玉山之前哦，大概有三个小山头哈，所以也会有点上上下下这样子哈。等一下我们要去北峡山也是这样子哈，要到北峡山之前也是有几颗山头要过哈。哦，那这个要下那个东嘴山岔路那边蛮陡的哈。石头上都有青苔哈，所以要小心哈。好，我们从鹅玉山哈往下走哈，我们大概走了十分钟哈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往那个东水山的岔路口哈，哦，就在下面这边哈。好，可以认这一棵巨木哈。哦，这里是个岔路了哈，我可以认这棵巨木哈。那我们往那个东水山的话，我们要往左边走哈。那你往右边走的话，可以下去那个特富野古道哈。路口刚进来的左边，大概50公尺那边哈，那边也有一个登山口哈，就是也是往鹅玉山这个方向过来的哈。那因为那个特富野古道在整修嘛哈，所以这个方向我们是没有要下去哈。那我们现在是要往左边哈，我们去东水山哈，它这边还蛮多指标的哈，在这棵树上面哈。好，那这个牌子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山海圳的指示牌哦，因为我们是往回走哈，所以它号码是递减的哈，因为它这个号码是要走到那个新高口哈，就是13的登山口那边哈，所以他到那边应该是47了。好，那他写说往那个东水山哈，0.9K 哈，大概一个小时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走走看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往左边走哈，我们就往那个东水山的方向走了哈。好，目前往东水山的路上哈，是比较没什么那种很大起伏的路径哈，不过都有一些小地形要过而已哈。那
爬升的那个幅度不大了哈，我是觉得算蛮好走的哈。哦，这边已经21了哈。哦，我们目前过了那个21号的指标哈，那就是一直在缓坡向上哈。哦，我们应该再走一下哈，我们就快到那个东水山了哈。哦，我们已经快到了哈，往这边哈。哦，这里要注意哈，那旁边看起来都有岔路哈，我们是往右边走哈。哦，我们进来建筑岭这边哈，那我们到这里，这里有个岔路哈，那这边都有指标哈。那往左边就是要往北峡山的方向哈，那往右边哈就是要下特富野 2.7K 的方向。那东水山的三角点在那边哈，那我们先过去三角点那边，那等一下我们再从这个方向去北峡山哈。哦，那东水山大概就是在它指标17的地方哈。那我们进来，哦，右边这边就是东水山哈，那这个方向就是要下特富野 2.7K 的方向哈。不过这里过去还有一段路哦，而且都是那种蛮陡的那种下坡路段哦。啊，这边就是东水山哈，261公尺哈，三等三角点哈。好，东水山我们就拍完了哈，那我们就回到岔路那边哈，这边是要下去特富野的方向哈，下去接 2.7K 哈，不过现在特富野在整修，所以不从这边下去哈，那我们回来岔路这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哈，我们去北峡山哈，那我们刚刚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往北峡山出发哈。那北峡山哈，它的路径比较没那么清楚啊，而且也比较远，那没有很好走了。就是以前是有些路段就上上下下这样子哈。那以前走的人比较少，不晓得现在路况有没有比较改善了哈。我几年前有来过哈。好，我们来走走看呢。哦，目前建筑看起来没有很密哈，以前那个建筑还蛮密的。那我们刚刚从那个峨嵛山下来的岔路口到东水山哈，我们大概走了35分钟哈。那我们现在再从东水山往那个北峡山哈，我们再看要走多久哈。我稍微看一下那个路条哈。哇，这里有个好大的树头。哦，这边也有哈，这边也有树头哈。哎，路线在这边哈，是你看错了哈，路线在树头旁边哈。哦，这边的建筑就比较密一点了哈，这里要稍微要拨一下哈。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哈。哦，这一段也蛮密的哦，不过这一段要小心了哈，旁边好像有点边坡哈。
哦，这一段就很密了，要注意一下踩点啊，就在这边。喂，哦，这边也有一些大树头哈，附近在树头这边呢。哦，有些地方的建筑也蛮密的哈。哦，就这里的建筑底下是湿的啊。裤子又湿了，哦，从这边穿进去。踩在倒木上面了，有点滑。我要继续钻啊哈。现在还是要钻一些建筑了哈，其实有点，我像我们去那个中塔山哈，大概也是这一种路径哈，比较原始的路径了。那我们左边都是可以看到一些蛮大的树头哈，沿途都有哈。哦，这边也是一个大树头哈。过来这边哈，要注意看那个路条哈，哦，路线在右边哦。刚刚如果没注意看哦，会往这个方向走下去哈。哦，那路线有些地方没有很明确哈。那走这种地方哈，你一定要下载那个航机哈，哦，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哦。哦，路线在对面那边哈。好，我们这边过来，要开始爬升了。哦，不过它这边的路就是比较上上下下了哈，而且它那个。路径比较没那么清楚哈，所以你一定要对着路条走哈。这边看起来就不是很清楚哈。这里有个大树头，哦，路线在树头旁边哈。哦，没有很密集啊。哦，没有要下降哈。哦，往这个方向走。现在左上哈，我们刚左上路条。
好，在那个方向哈。哦，门上啊这边哈，好像看起来有岔路哈。那下面有人放那个棍子哈，放一个叉叉哈，所以左边不要走哈，我们要往右边走哈。右边有路条哈，我们走这一种比较少人走的路径哈。如果岔路哈，你都要再三确认一下哈。啊，还是都有一些建筑路段啊，不很滑，小心，这里是下坡的建筑路段。看我在走，这边的建筑还是湿的。哇，湿掉了。衣服湿掉，刚刚那些建筑都是湿的。哇！哦，撞到木头。所以他在往北峡山的路径没有很好走哈，小心哈，大家都很滑。哦，它沿途都有一些巨木哈，我们现在前面看到这一棵也很大棵哈。哦，这棵也很大棵哈。夏天走这种路线是蛮凉爽的，也没有像焦山那么热。那不过走这种路线就是要下载航机，因为这种路线都不是比较冷门，走的人也不多，那海拔大概在2000多了，所以比焦山凉快很多。可是就是害怕什么午后雷阵雨，因为阿里山这边就是夏天就是比较容易中午过后就有大雷雨。我等一下到北峡山再看看到那边几点。那如因为我今天起灯比较晚，我今天8:10才起灯，那如果太晚的话我就会下到那个霞山线那边，再从霞山线那边的岔路往回走哈。啊，那段路我也没走过哈，就顺便再探一下路。那段路属于往那个霞山跟白雪村的路线哈。那可以通到那个新高口那边哈。我们再走走看啊，接近那个北峡山之前有一个山头要上，我们现在就到它的爬山的位置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要爬山上去，那这段也蛮陡的，所以就
小心走哈、啊。哦，地上很多落叶，要小心。好，我们上到那个小山头哈，那我们要往右边走，好，我们要往右边走哈。哦，这边就是小山头的最高点哈。那我们是从这个方向上来的哈，然后我们要往这个方向，又要开始下坡了哈。哦，那它这边的林相其实也是蛮漂亮的哈。哦，不过它这边有很多都是那种柳杉啊，那你如果是那个鸡子山还是麦麦山那边，那边都是原始的树林哈，这几棵巨木也蛮好看的哈。好，路径从这边上去哈，好，这边蛮漂亮的哈，你喜欢原始林的话。这个路线走起来是蛮漂亮的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经过一段山径哈、哦，那我们到达这边哈、哦。那这边有个岔路哈、哦，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往左边哈、哦，我们要去北峡山哈、哦。那我们去完北峡山哈、哦，我们再回来。我们现在看到右边这边有路条哈、哦，我们要从右边这个方向哈、哦、下去往白雪村的方向哈、哦。那我们先去北峡山哈，那、等一下再回来这边。好，这里有往东雪山的指标哈、啊，这边都有路条哈、啊，这个路口要稍微注意一下哈、啊。那我们刚刚过了、那个，我们刚那个山头过来这段路哈、啊，大部分都还蛮平缓的哈、啊，就是快接近北峡山这边，开始要有点爬坡哈、啊。我们岔路稍微过来哈，不到五分钟，我们就看到北峡山的三角点哈，在这边，2472公尺哈。好，那它这边没有展望哈，所以我们马上下去哈。好，北峡山我们就拍完哈，那我们就开始要往回走哈，我们回到刚刚岔路那边哈。那我们从那个东水山过来到北峡山哈，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半小时哦哈。好，我们就回到岔路口了哈。那我们刚刚是从右边这个方向上来的哈。那我们现在往左边这个方向过去哈，那过这里过去比较少人在走，路线也比较少哈，所以你要走这一条的话，你还是要有航机了哈，会比较安全哦。那如果你没有航机，也不确定怎么走，那你就是原路再走回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左边走哈。哦，这里是一路开始下坡哈、哦，一路下坡要小心哦，那个树叶很滑。哦，那这边的林相也蛮漂亮的哈、哦。哦，林线上面蛮多巨木的哈、哦。
它这边就没有柳杉了哈，这边就是那个原始的树林哦。好，我们从那个你看北峡山岔路那边，从这个山坡这边下来哈，那下来到这边哈，那这里你要注意看到，它这里有一条路哈，那我们要往左边走哈，那它右边应该是要往那个可能是达邦那个方向哈，那我没有走过哈，所以我不晓得这边是去的路况还有往哪里哈。那我的航机是到这边哈，我们要往左边走哈，那我们就顺着这条路往左边走哈。那目前下来这边都还有路条可以参考了哈，那我们现在就往左边走哈。我旁边有边坡很深哦哈，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哈，那有路径哈，不过没有很大条。小心不要滑下去了哈，小心走。我们现在都是持续在下降啊。好，路径都不大哈，要小心，小心。好，这边也是哦哈。这边有木桥哈，要过木桥哦。好，我们来过木桥哈。过来哦，这里刚好又有倒木，要小心。这里踏点不大哈，要小心，不要滑。小心哈，路径都非常小条哈，像这段土质没有很稳哈。它这一条应该是那种，就是腰绕的路线哈，它是走在那个山坡的旁边哈。哦，那这里还有另外一座木桥哦哈，这里要小心哦哈，因为它那个边坡都蛮深的哈。哦，这里有另外一座木桥。没有，感觉没有很稳固哈，因为那个木头已经很久了哈。在这里有一个小的木桥哈。小心走哈。哦，那这边那个路径都忽大忽小哈。
好像这样哈。不过这里的路径这样已经算是蛮好走了哈。刚刚那边还有更小条的哈。可是重点就是旁边的边坡很深了哈。它这个滑下去是不得了哈，所以这边真的要小心哈。那你如果不想要走这样的路，那你就是沿着刚刚我们来的路哈，原路回去就好了哈，你就可以避开这种就是比较有危险地形的路线了哈。好，我们顺着路线走过来哈，那我们就已经过了那个要绕的路线哈。看起来好像有一个营地在左边那边。哦，这里应该就是要往那个白雪村那边的路线了哈。嗯，左边那里有个营地哈。哦，这边哦，这边都可以当营地了哈。那边也有哈，然后这边也是蛮平整的哈。好，我们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哈。那我们要回去的话哈，我们要从这个方向哈，回去到那个新高口哈，就是石山的登山口那边哈，就是从这个方向回去的哈。我们如果要去霞山跟白雪村哈，那我们要从这个方向过来哈。那他过来的话，他这边会有两条路线可以走哈，一个是走那个霞山的要绕路线哈，哦，那边也可以往那个白雪村哈，可是那边就是可能要绕路线比较危险地形哈，所以我看那个山友是从现在左边这边哈，从这个林线那边的路线上去之后再往下切哈。那霞山线应该是从这个这一条这边过去了哈。那左边这一条就是要往那个白雪村的林线路径哈。那现在是12点了，我这样过去不晓得来不来得及，不晓得回来是几点了，因为从这里下去再往下切好像要有可能要下切800公尺还是900公尺、哦、那路径不晓得好不好走，我没走过、哦、我想一下、哦、不然就是要下次再来，因为主要是今天起灯太晚、哦、好，我们在营地这边休息了大概10分钟、哦、那我们现在是12点10分、哦，我就怕去白雪村太晚。我就稍微走一段看看好了。我们从左边这个方向上去，这边都有路条。我们要先上然后后下这样子。我们爬升了一段哈，那沿途是都有路条哈，那路基可能要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哈。好，路线哈都要稍微看一下路条。好，我们大概到达了2418峰哈。那现在我们大概走了25分哈，我们上到这个山头哈。那我应该是不会去了啦，因为我现在看到有点云雾哈，所以我要直接回程了哈。那白雪村就下次再来了啦哈，因为主要是今天真的是
起灯太晚哦，而且又是从那个鹅玉山跟东水山、北霞山那边过去哦，不是直接从那个霞山线那边过来哦。那白雪村就下次再来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往回走了哈。它这段山径就是路线很多人在走哈，然后没有统一的路线哈，那你就是自己要找那种路径比较明显哈，那比较有路条的地方走哈，好，这样比较不会就是怎么讲，就是绕来绕去这样子哈。好，我们回到营地这边了哈，那我们继续往那个石山那边方向出去哈，好，希望不会下雨了。好，营地哈，那我们早上是从这个方向来的哈，那我们现在往右边这个方向回去哈。那这条路线起伏就比较没那么大哈，不过它这条路线就是有一些那个坍方的地方哈，所以会有一些危险的路段哈，所以要小心哈。那我也没走过，就走走看。好，我们开始往回走了哈。那这里我们要过那个，应该是那种干溪沟哈。我先往下切哈。好，路线是在对面的山头那边哈。稍微看一下路哈，那边路径没有很明显。我要从这边下去哈。哎，还是高绕也可以。没关系，我们从这边切下去。不过这里要小心哈，这边没有绳子让你抓哈，哎呦啦，啊这个麻绳也太小条了吧，哦不要，还是抓树干啊，这个绳子太小条了哈，旁边的树干抓一下哈，哦，然后再从这边爬上去哈。这里要小心哦，这里踏点不大哦，有绳子可以扶住哦，踩好了再上，不要急哦。哦，这边踏点崩掉了哈，这里要比较小心一点哈。上来就比较平缓了哈，我们继续走。我的路径就是很平缓哈，那路径蛮大的哈，那有些就是路径比较小哈，然后旁边有边坡哈，都要小心哈。好像这边的路径又是很大条哈，又很平缓哈。哦，那刚刚才说路径很平稳，稍微过来哈，又变得很小条哈。哦，这边要小心哈，踏好了。哦，路径没有很大条。小心走，旁边边坡很深。
这里是什么营地吗？哦，我们要走过去那一边哈，我们要从那边绕过去哈。好，过那个溪沟哈，这个是有水的哦。可是那个水好像没有很大哈，只有一点点水深而已。哦，这里哈，这里有水哈。你如果要扎在那个营地的话，这个地方就要取水了哈。啊，这个水源也太少了吧？从山壁一点点哈，刚刚那边比较多一点哈。哦，注意一下哈，这里有咬人猫。这里有咬人猫，不要被刺到。哦，这边的路径就要小心一点了哈。它这边的边坡应该不是叫边坡的啦，叫悬崖的啦。哦，那右边的那种悬崖都很深哦。哦，这边要小心了哈，小心走。哦，那这里有点展望哈。那这一棵哈，就是我们刚刚上去的那一棵2418枫哈，就是在这边哈。啊，那这边就是那个，这应该是云峰的方向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再往前走了哈。这段芒草比较多哈，我要注意哈。那下面这里有那个崩塌的那个木栈道哈，走左边一点。哦，前面这边有水源哈，哦，这边的水比较大哈。要过这里要小心了哈。好，路线在那边哈。我们走了一段哈，那我们到这边哈，那这里有一个崩塌的地方哈。哦，右边很深哈，所以
这里要小心哈、哦，这有绑绳子了哈、哦。哦，找好踏点再过哈、哦。哦，小心小心！等下绳子绑这样也很奇怪哈、哦，因为它绳子是松的啦。嗯，那就小心走哈、哦。我没有抓绳子哦，因为那个绳子太松了。哦，注意脚下的踏点哦，没有很长哦，一下子就过了哦，要小心。它有绑绳子哦，可是绳子上面没有支撑点哦，所以你拉绳子没有用，那绳子有可能你拉的话，它整条会掉下去哦。因为它上面可能有绑的地方已经断掉了哈，所以它那个绳子上面那边没有支撑点哈。那小心走了，就是它那个踏点还算蛮稳固的哈，只是比较小哈，那小心走可以哈。过那个崩塌地之后，大概都是这种平缓好走的路径哈。哦，不过这个路线还蛮长的哈。哦，这里有以前那种崩掉的木栈道哈。那这边的路径比较小一点哈，要小心。哦，差点不大哈、哦，小心哦！这个也是以前的木栈道哈、哦。这边有一个小地形要过哈、哦，哦，旁边有绳子哈、哦，稍微拉一下。哦，这里是那种干溪沟哈，我们要从左上那边上去了哈。嗯，算了，这边有踩点哈，啊，这棵还可以踩。哦，它路径大部分都是这种好走的路了哈，然后中间就是会有一些，就是要过干溪沟了，或者是有崩掉的地方哈，你就是要特别小心哈。哦，像这边这个也是，哦，以前那种坏掉的木栈道哈，这旁边也可以啊。我这个不晓得是不是以前火车的那一种木栈的铁轨桥哈，不晓得是不是啊？因为听说这边以前是霞山线的路线啊哈。这边是木栈道哈，那你如果怕它不稳的话，可以走左边这边哈。哇，哦，路线在那边。
哦，这边是那种小溪啦哈。哦，路线在对面那边哈，路线在对面那边。小心哈！好，我们往上走哈，往那个方向走。我们过小溪哈，这边有一个小地形要过哈。我们先从左上去哈。啊，这边有一个小的水源。这边有很多空酒瓶哦，上面都有写那个台湾省哦，哦，那可能也是有点年份的了。好，我们继续走啊。我们刚那个酒瓶之后再走一段哈，那这边过来哈，我们要往左上走哈。啊，前面临到这边应该是有崩掉吧哈，我们往左上哈，往左上走，因为路条在左上啊。这边哈，没有太上去哈，稍微绕上来而已。这个应该是那种高绕路线了哈。哦，对了，那右边是个崩塌地了。哦，路线在这边哈，那我们右边可以看到那个真鹿林山哈，就是那个石水山哈。好，我们拍完哈，那我们继续往上走哈。我们往这边哈。嗯，这里好大的树头哈。好，我们高绕结束哈，我们要下来街道。原本的路哈，好，我们就高绕结束了哈。那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哈。哦，路上这里，这个应该是那个鸟类的尸体吧？哈。现在上面，好，在这边啊。好，我们到这边哈，我们要下切到溪谷下面哈。那这边路径不大哈，这里有绳子哈，要稍微抓一下哈，小心哈。哦，这里路径不大哦。这边还有绳子哦。
路线在那边哈，石头会不会滑？不会。好，我们往这边上去哦，啊。哦，路线在那边哈，看你要从这边过去还是要从这边过去都可以哈。从这边。这边也有营地哈，哦，它沿路都有一些地方有营地哈。好，我们要过溪沟哈。可以再上来一点没关系哈，那路线就绑在这边。这里要小心哦，左边有绳子哈，左边有绳子可以抓哈，这里要小心哈，这里踏点不大哈。好，我们就过来了哈。这边都可以看到那个崩掉的那个木栈道哈，旁边的那个边坡很深了哈。左边有绳子哈，可以抓哈。左边这边有绳子可以抓哈。哦，我们要切下去那个溪沟那边哈。绳子抓不到哈，绳子被勾都勾过去那边哈，所以这里下去要小心哈，这里都是碎石。啊，那条绳子拉不到哈，所以就比较麻烦。哦，左边那条绳子，这边有一条了，这条很小条哦。撑一下哈，哦，这一条哈，这条因为刚刚没有备用过去哦，所以没得拉哈。好，路线在那边哈。行，路线在这边哈。哦，它其实基本上只要有水源哈，有溪沟的地方哈，你要过的话都是要小心一点哈。哦，这些坏掉的木头哈，都是以前的木栈道哈。哦，这边都是哈。包括这边也是哦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些钢索的遗迹哈。哦，这里要小心哦。哦，这里的踏点很小哈，有些地方好像崩掉了。左边有一条绳子哈，可是有断掉了哈，稍微拉一下哈，
是踏点很小，我这边的踏点很小哈，要小心。好，过来就是又是正常的路线哈。好，这边又要过一个溪沟哈，那路线在上面哈。这里上去啊，哈。我这边落差比较大哈，绳子啊，稍微抓一下就好了，而且抓树根。好，我们要上来了哈。一个小地形啊，是啊，我的木头。我这边也有一个崩塌地哈，小心走哈。我这边有绳子哈，不过这绳子都蛮小条的哈，那稍微借力一下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我们就过来了哈。这里有一些小地形要过哈，这里也有一个小地形要过哈，我们快速通过就好了哈。好，那旁边，哇，那个边坡非常深哦，小心小心。这边的地形要小心哈，我们越靠近那个路口那边哈，那这边的小地形很多哈。小心哦，这里的路线要特别看清楚哈，这边没有路，没有往左上。切上去啊，好，上来。
好，我们已经回到那个早上出发的地方哈。那这边还有一个登山口了哈，可是我们早上不是从这里上去的哈，我们早上是从前面这边上去的哈。好，早上我们是从这个地方上去的哈，我们是从这里上去到鹅玉山哈。那我们回程的话是从这边回来哈。那现在大概是，我现在是3:10哈，所以我们从营地那边回到这里哈，我们大概走了2.5小时哈，才回到登山口这边哈。好，我们就往回走。好，我们已经回到13的登山口哈，这里也是那个新高口哈。那我们今天这样子走一圈哈，我们大概走了7个小时哈。那我们本来要去那个白雪村那边哈，那因为太晚起灯了哈，我今天如果去的话，回来应该要摸黑了哈。我们现在回到这边已经3:10了哈，那如果又下去白雪村再上来哈，那可能会更晚。那我觉得如果要去白雪村的话哈，可能要抓10到12个小时哈，那最好就是早上6点的时候就出发哈，这样是比较保险的方式哈。好，这边就是13的登山口哈，那这边就是13引水道的登山口，那这个方向就是往鹅玉山跟霞山方向的路线哈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这边，这里就是那个马路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到这边就结束了哈。好，拜拜。